是跟中央都是有很好的合作，而且互相伸出援手，互相帮忙哈。所以未来四年还是会持续这样一个态度。过去四年我们就是这样做哈，我想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那因为台中好，台湾才会好，那台湾好要台中也好才行。所以过去四年当中，我在执政的过程当中呢，就是跟中央很多密切的一些合作。那譬如说，尤其在这个防疫方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不管是防疫政策或者防疫的一些做法哈，那其实跟中央都是有很好的合作，而且互相伸出援手，互相帮忙哈。所以未来四年还是会采取这样一个态度。市长徐国勇部长请辞，对于内阁改组的人事，你有看法吗？会不会希望说多一些女性入阁？我想对于中央政府的改组哈，我们表示尊重。